欢迎收睇香港甲组足球联赛由鱼丸对天水围飞马嘅赛事啦。咁鱼丸今场重返九龙湾公园主场作赛啦。目前球队13战得8分，落后尾三嘅大中6分。下年想留喺甲组继续比赛嘅话咧，睇鱼丸每一场都以胜利作为目标先可以啦。不过飞马上场惨负公民1-4啊，今场对住鱼丸啊，肯定全力抢攻，一定唔会手下留情啊！志在搶分護級嘅魚丸率先發動攻勢，3分鐘高凡左路快放禁區，澤偉抽射，葉鴻輝及時架到，曾志孝補射都無功而還嘅。技高一籌嘅飛馬即刻就有斬獲啦！呢球李康廉左路底線傳中啊，伊達近門快腳捅入1-0先開紀錄。接下嚟飛馬入球球員11號伊達。不過魚丸喺24分鐘憑一個反擊機會成功攀平紀錄，曾志孝左路底線傳中啊，零中攝個靚位之後近門頭槌破網攀成1-1。飛馬落後之後再度策動攻勢啊，呢下左邊一個配合之後傳俾中間嘅馬里奧啊，呢球可惜馬里奧停得太正啦，龍門一下就接實咗啦。头槌攻门第二次就有斩获啦！李康廉头槌二传俾后柱嘅梁志俊，一顶入网，2-1。凭住呢两个入球，飞马暂时2-1完上半场。下半场开波啦，好戏剧性啊！1分钟都唔到啊，飞马嘅马利伟禁区附近俾人踢跌，有咩后果？12码一个咯。呢一球12码，伊达亲自操刀射入，将比分拉开成3-1啊！输三球系怒气啲啦，体谅下啦。鱼丸都唔可以话唔努力噶啦，不过努力唔代表有成果噶，几次攻门都系未能够制造任何威胁。呢边矿石好似好惆怅咁，飞马攻势啦，陆冠邦左路底线传喺禁区附近，马里奥撞射俾张伟康横身扑出啦。飞马嘅刘念日右路传中，伊达飞顶仲未弹出底线，哎呀，点解条横眉唔起高少少咧？阻住个拇指戏法。临完长线啦，鱼丸有个黄金机会噶，高凡右路辛苦传个波出嚟嘅时候，零中，哎，一脚射出界。俾晒机会你都唔入，乜飞马话我嚟啦？呢下刘念日喺右路地波一下压到中间位啊，后边入踢杨正刚，哎呀，近处位轻松射入，清风送爽，赢到4-1。最终飞马以呢个比数胜出呢场赛事，全取3分，继续保持争标嘅希望啊！咁鱼丸再输一场护级形势越嚟越唔乐观啦。